迎大家回来呢与大师对话第二节。上一集呢如果重温大家记得一下，我们呢就讲过西藏这个 issue 的。林天恒老师、啊、你上次跟我们分享了，你去西藏的时候经历了高山症，因为你感冒啦，所以呢就好像痛到呢那个孙悟空的紧箍咒那么痛，那你说不如死了好过，是不是那个痛法？是啊，当时真的想撞墙死了还好啊，因为真的无法形容那种的痛苦，那种的痛症。所以天未光我们就出去找医院，找冷，即是找这个氧气。但是因为太早呢，车都没有，的士又没有，医院又没开了、嗯、所以好辛苦好痛苦了、嗯、那就后来天光之后又找到，跟着又咳氧气、嗯、所以呢每一天都做这件事。那你在西藏逗留了多久呢、嗯，當時是拉薩，我們先到拉薩，跟住會仲要去周邊其他地方嘅。咁、嗯、一去到第一日已經發生呢啲事啦、哎，所以咧正常人都會離開噶啦，其實因為生命危險啊嘛。但係我當時我唔捨得呢個咁美麗嘅地方，係、嗯、啊，所以我留低落嚟。其實我去過好多地方，之前全國各地。即是名山大川去過很多、啊啊、但是西藏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跟其他所有地方都不同的、啊、風土人情、嗯啊、陽光全部都不同、嗯、還有西藏人那種燦爛的笑容、啊、就好像陽光那麼燦爛，很熱情、啊嗯、就風景色全部都不同，所以我很想去描寫這個地方，歌颂呢个地方、嗯、我看到、你画嗰啲书，即系嗰啲图画里面有很多咧都系红色为主嘅、哦。红色咧，以前你教过我咧，即如果以红色为主的东西咧，其实是代表 either 好热情或者很愤怒。咁其实咧，你觉得呢个红色在拉萨西藏里面是代表啲乜嘢咧？对你嚟讲有咩感觉？其实这个红色是土紅，即是色彩上面是土紅的色、啊、那這個紅色譬如西藏的寺廟上面的色都是這個色的、嗯、土紅的色的、嗯、拉埋穿的衫又是這個色的、嗯啊、即這個色是一個西藏的宗教的代表、哦、它代表了西藏的宗教、嗯、我想大家都很記憶猶新，有時你看到西藏的照片都有多些紅磚的一個建築物、啊啊啊同埋喺西藏嘅陽光好燦爛，咁咧呢種嘅色喺嗰個燦爛嘅陽光底下咧，你如果將佢表現出嚟咧，會即係會好另類、好突出嘅，即係嗰種美感係好特別嘅、嗯。如果有機會咧，大家咧可以去啲畫廊啦，睇下阿林天恒老師咧西藏嘅畫，因為點解咧？佢已經唔會再重複佢自己，亦都唔會再有第二個系列嘅西藏畫噶啦。咁咧，我哋跟住落嚟咧，就會想問下林老師咧，其實你喺香港咧嗰個經歷咧，就由九幾年、九五年到啦，我相信就至到一路至到零五年咧，你都係圍繞住香港嘅地方你去畫香港嘅，係咪啊？係，我啱嚟香港之前講我就好中意香港呢個地方，同埋咧好想用我自己所學嘅嚟表達香港咯。但係咧唔知道點樣去表達，所以咧呢個有一段咧係好痛苦嘅過程探索咯。咁去運即係去學習呢啲西方嘅色彩啊、構圖啊、呢、這個結構啊，即係好多方面嘅嘢學習啊。點樣去運用中西合呢種合璧啊，將我眼中、心中嘅呢個城市表達出嚟。但係咧，因為我好中意大自然，中意啲山啊、水啊、樹木啊，所以咧。我就揀咗去表達香港嘅新界啦。咁、嗯、我覺得香港新界咧係好靚嘅。佢既有香港呢個現代嘅都市嗰種嘅嗰種節奏啦，但又有另外一方面咧安靜同埋人與大自然嘅親熱嘅嗰種接觸嘅。所以咧就新界係我呢、這個不厭其煩咁樣去表達嘅、嗯。所以我用咗一種比較生命嘅手法，新嘅嗰種構圖嘅方式。嚟表達呢個香港新界，所以就因此而得到呢、這個呢、這個畫壇嘅呢個關注啦。嗯，即用呢個重彩嘅方法。嗯，重彩水墨、嗯。重彩。咁、嗯、其實咧，唔單止咧有畫壇咧，即、就是、大家對林天恒嘅名字咧係非常之注意。甚至咧中國方面咧，其實都喺零五年咧特別邀請咗香港最我諗應該係頭嗰幾名嘅。藝術家裏面再其中揀了林天恒老師咧為首位咧，就將佢
嘅畫咧，就帶上去神舟六號同埋神舟七號嘅喎，去環繞咗個火箭呢個太空一周咁樣嘅喎，係咪啊？係啊，當時我收到消息就係北京要揾全中國54个畫家代表中國54个民族，咁每人畫一張畫，咁去參加呢個神舟六號呢個太空計劃，即係飛天啊，咁咯，就並且要求我係要畫香港呢、這個即係新界啦，香港嘅特色啦，新界啦。你中意新界啦，而且咧，林天能老師都係住喺新界嘅喎，所以都好接近大自然。藝術咧就係文化。一種積淀，一種象徵啦，係咪？一種文化。你細個時候，你見到乜嘢？乜嘢對你最感興趣嘅？你好自然嘅長大，你就會去揾嗰樣嘢啦。係。譬如荷花，我細個周圍都有荷塘嘅。跟住咧就好多荷，除咗荷塘，仲有祠堂，好多廟宇。咁跟住好多嗰啲菩薩添，好多坐喺蓮花座啊咁。即係呢啲印喺呢、這個即係好細個嘅心心靈啊，即係嗰種形象啦，啲荷花嘅形象啦。所以大咗之後咧，你自然就會去揾翻呢啲嘢啦。咁咧，我諗除咗荷花之外咧，有趣嘅地方咧就係當你去到林天行老師嘅畫室咧嘅時間咧，你會發覺佢有好多擺設咧都係青蛙嚟嘅，有唔同嘅造型。甚至我哋學生咧出去遊浮嘅時候咧，都會特別咧去為老師咧買啲小青蛙嘅擺設啦，因為有唔同造型，有啲做瑜伽啊，有啲喺度練功啊咁樣嘅擺設。你係咪覺得青蛙對你嚟講都好有感覺嘅咧？係啊，因為青蛙咧。就我小個時候，當時冇咩玩具啦，成日同青蛙一齊玩嘅。啊，真係㗎？係啊，好得意喎！咁你有冇捉佢㗎？喺山溪嗰度係嘛？即係細個就係嗰啲梯，即係農田啊、山溪，即係好多地方都有青蛙㗎嘛。咁啊，同青蛙蝌蚪啊呢啲好熟嘅，其實老朋友嚟嘅。哦，老朋友嚟。咁後屘嚟咗香港啊，跟住去咗外國啦，見到即係有一次去一間鋪頭啦，見到哇，成間鋪頭都係。賣青蛙喎，幾千隻，隻隻都唔同喎。幾千隻啊！哇，成間鋪頭賣青蛙。於是覺得哇，原來青蛙有咁多嘅變化，我從嚟未見過。你譬如豬啊、狗啊嗰啲，咁都係四隻腳企喺度啊。即係變化唔會咁大，變成一種藝術品啦。跟住咧就即係買咗翻嚟。從此之後咧就好留意呢啲青蛙啦。係啦，越做越多。唔同國家，原來後屘發現唔同國家、唔同文化背景嘅青蛙嘅造型同色彩係唔同嘅喎，係啊。後屘再後屘發現，哇！原來青蛙喺人類未有拜祖先之前咧，嗰陣時仲未有呢個耶穌啊，未有呢、這個呢、這個中國嗰種四大嗰、那個教之前咧，人係拜咩咧？就係、是、拜青蛙嚇，係咩？係啊，我第一次聽喎。青蛙同魚啊嘛，係啊，人類。6000年前就拜呢啲嘢，即係原始社會係拜呢啲嘢嘅。因為青蛙代表生命力，係啊，代表生命。只腳一掗就飛上去啊！代表生命。咁啊好啊，咁我哋咧就了解咗啦。林天能老師啊，佢平日嘅生活習慣啦，泡茶啊，動起嚟咧佢又可以動嘅，例如武刀啊、弄劍啊同埋氣功之外咧，咁佢又畫畫啦，又中意接近大自然啦。咁其實我相信咧喺佢個人方面咧，大家都認識唔少噶啦。咁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咧呢一個環節咧就想訪問一下咧，進入啲藝術本質方面咧，想了解多啲嘢啦。老師啊，我代表一般嘅小市民咧，我想問一下啦。其實好多人問你學咩畫啊？咁嗰啲人咧就會話你學國畫啊？定係你？哦，我話我學水墨。咁水墨係咪即係國畫啊？咁我話其實即係等於當代水墨。咁佢話嚇，當代水墨同水墨同國畫究竟有咩分別咧？老師，你可以不如喺度同大家解釋一下。其實中國最古老嘅呢個國畫啊，叫嘅名詞咧就叫丹青。丹青。丹青咁啊，而家嘅解釋丹青咧就係顏色噶嘛。咁以前就係唐朝以前就叫丹青，即係繪畫。所以丹青好手，即係好嘅畫家咁解啦。咁因為中國呢個100年前為咗同西方繪畫分即係嗰種分開嘅，即係清晰就叫中國畫、西洋畫。
呢兩大類咯，即係話係西方嘅繪畫都係叫西方，西洋畫，例如油畫、版畫呢啲素描，全部都叫西洋畫。咁啊，中國畫就係中國傳統嘅中國畫啦。你講咗嚟分別啫嘛。中國畫，咁水墨咧？咁水墨畫，譬如唐朝都有除咗丹青之外，就有叫水墨啦。水墨即係冇顏色嘅，喺傳統嚟講嘅水墨即係。主要是筆墨，主要是沒顏色的。咁咧仲有分重彩、淡彩嘛，中國其實講緊分法嘅。咁水墨，咁咧畫咧仲有分傳統嘅畫、現代畫同埋當代嘅繪畫嘅，有講緊分類，即係而家嚟講有分類多咗而家。即係唔會話以前呢個。淨係得國畫一款係咪？國畫，其實中國畫。有中國畫的呢、這個即任何嘅畫種都有佢嘅審美啦，都有佢嘅國限，都有佢嘅要求咯。譬如你傳統中國畫就有傳統中國要求嘅，即你話我畫傳統中國畫，咁好正常就會人哋就會攞啲傳統嘅要求。即例如工筆嗰啲啦，係咪咧？唔係工筆都係傳統繪畫之工，呢啲叫畫種啫。哦，畫種。工筆由中國畫有分咧，就重彩。淡彩、工筆、寫意，講緊分法嘅，寫意仲有大寫意啊，寫意冇錯啦，寫意仲有大寫意嘅，係啊，咁我哋咧通常咧用紙方面咧，我哋通常一般都用宣紙啦，係咪啊？係啊，就傳統嘅畫同書法咧，用嘅紙咧，宋朝之後先有字嘅，咁啊用嘅紙係比較吸水性。冇咁強嘅，即係半生熟嘅，半生熟嘅，咁到咗明朝末期之後，先至開始有生酸嘅，有生酸即係比較化啲咯，比較化啲。咁啊，到咗呢幾十年、三十年以來咧，啲又更加化啦，啲紙越嚟越化啦，越嚟越化。咁其實咧，我嘅覺得咧就係咧，當你畫唔同嘅畫，用唔同嘅筆墨。去運用的時間都可以去選擇不同的紙張的，因為它出來的效果都有不同的，是不是？沒錯，是的，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效果而已。老師呢就非常之精於在一個重彩水墨的，所以你看到呢他的畫呢是非常之 colorful， 很七彩的，也都帶給人很多喜悅，很多開心。剛才我們說你很喜歡荷花，你在那個荷塘裡面自小就即係浸到大㗎啦，咁所以咧，你自己去創作咗你自己嘅荷花系列，亦都咧喺而家當今世上咧，亦都稱林天行老師嘅荷花為天荷，即係話佢畫嘅荷花咧，已經好似天上面嘅荷花咁美麗。咁我記得咧，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啊，網友其實我第一堂嚟老師度咧，我係好驚嘅，因為第一我一啲都唔識畫畫啦，咁第二咧，老師一落筆咧就已經係。我不知道跟了你大師姐呢就已經學四尺長的紙，跟住落墨的時候呢，她說那你去畫荷花啦，其實我那時候都不知道荷花怎樣造型的，其實都不懂的，那就亂來。但是呢老師很厲害，教到我不懂畫荷花都可以畫到，那就很厲害的老師。是的，其實藝術呢是崇高的法師的嘛，是吧？就你最重要你心中有啲即係有個荷花，心中想畫呢樣嘢，跟住你自然你要隻隻大膽去表達，呢個時候呢啲先至係最難得噶啦。都市人咧，其實行過成日都係翻工啊，永遠都唔會留意旁邊啲樹係點樣生發。但係學咗畫之後咧，你會去珍惜咧一草一物，同埋咧你會去觀賞佢哋。咦係，即係冇一棵葉啦，係會同一個姿勢、同一個方向同一齊咁出嘅。佢哋各人咧都有自己嘅空間，佢有自己嘅生存方法。我諗同做人一樣啊，係啊，生活就係藝術，藝術就係生活。係啊，所以這個呢個咧，當我哋去接觸畫畫嘅時候咧，我哋真係好能體會到依樣嘢嘅。咁咧，老師啊，我想問一下你咧，喺你嘅創作裏邊。因為你成日話咧，水破墨啊，墨破色啊，咁樣咧，咁去創作咗你嘅荷花系列咧，你嗰個過程係點咧？其實作為一個畫家嚟講咧，首先咧要有創造性嘅打破咗呢個傳統嘅，即係好多概念啊，好多創造啲新嘅嘢出嚟啦，呢個好重要。但係你點樣去？去呢個唔同於傳統、唔同於過去咧，唔同於其他畫家
呢個係一個比較一個難題嚟嘅，唔係即刻可以做到嘅。其實，因為你一個畫家，其實你佢嘅本事咧係乜嘢，其實都可以畫得似嘅，乜嘢都畫到嘅。但係咧，畫到同畫似咧係唔夠嘅，你仲要有風格。有個性係嘛？呢、這個好重要啦。我記得我睇過本書啦，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。吳冠中咧曾經喺好出名或者一介乎出緊名嘅時間咧，佢有一啲人咧就去批評，哇！你幅畫真係好靚啊，好似啊咁。其實佢好嬲，點解咧？佢話你話我畫得似，咁即係冇藝術嘅美感咯。我不是要似那樣東西我才叫畫家咯，我一定要畫得有藝術感覺有美感，我才是自己欣賞，即是真的懂得欣賞畫的人。所以呢，我覺得剛才老師說你畫得似是人都可以畫得好似，是吧？但你可以去創作成為自己的風格才是最重要的。是的，中國其實中國畫的那種精神是似與不似之間的嘛。所以你有時畫啲荷花嚇，點解啲人咧會稱為天河咧？即係因為似與唔似之間，又帶點朦朧，又帶點距離，好吸引噶。感受好重要咯，即係你作為一個畫家，你畫出嚟，你通過你自己對呢個荷花、對大自然感受，另外你都要俾觀眾去感受你的作品。是那你在荷花這個系列這麼出名之餘，其實你現在還有沒有一個想法又想創作一些新的東西呢？這件事其實都有經常都會想的，這些不斷的不斷否定自己嘛，這個是創作道路上面。所以呢，我們呢上堂的時候呢，老師有一句名言就是說呢，我教你們之餘，除了運用和帶出他的傳統那個技術給我們之餘，但是他的內心其實很掙扎，因為他說他不停都要去衝破自己，又要衝破傳統，要令到自己沒有那個界限，這個是他自己 的感覺來的。那是藝術，就要為什麼這個藝術是向前的嘛，是一定要向前，不斷向前。所以呢，我們很期待呢老師呢有些新的畫作啦，希望呢將來呢可以面世讓大家分享一下。那其實老師啊，你最近都好像有一個畫展喎。是啊，我下個月即是4月18號至到25號呢，在香港榮寶齋在長江中山三樓有一個個人畫展。那這個主題是什麼？今次這個主題呢就是由我四個系列啦，我平時經常畫的題材就有這個畫香港新界的系列啦，我稱呼它叫景象系列，景象系列，還有鄉村系列，還有這個荷花系列，還有西藏系列。哇，大家呢呢網友哇真的發達了，我們剛才講的所有東西在4月18號至25號你們大家不要錯過了，在長江中心的三樓榮寶齋就可以看到林天恆老師的畫展了，有四個系列這麼多的，謝謝。